还打螺丝，打螺丝150报一餐，报什么？别把别人骗为什么？盘泥巴工作室，盘泥巴，盘那个砂浆的，和水泥砂浆。对，我是我操死。这个别人都走了。对。哦。我操！我见到这个东西。那他跟你说的过多少工钱多少钱呢？他也没给，就转了10块钱。就转了10块路费你。这玩意拿了。拿400，再用车费就用了1.5块。哦。我操的鞋，我操！自己还有个小孩的，你说实话，你出来搞了这段时间，你管过吗？你总不是你老头在给你管，还奶粉钱都是你老头一年一年的在给你垫。垫，我还不过年他妈上那5000块钱，他拿去了，就给了5-6块钱，就剩下5000块钱全部被拿去了。给了没有？就算你还了5000块钱，那你也还差你老头3500啊？你还了吗？你怎么算这么清楚？你知道？嘿嘿嘿，我胖子是干嘛的？你也是人才呀、啊，祖玛你的人才，我真是叫你叫人才，不叫你叫，你叫你叫人才，这样。你说你在搞，像你这样在搞下去，跟个废人有啥区别？有几啊？15克，有几有？啊，还钱呢？没有、啊，没有怎么办呢？那你拿压个东西给我们。我也不是给女的，我是给你打。那汤哥给你担保了，你找他不借了。啊，这样可以吧？什么？借。要就借80块，要就借100，借100我还给他，剩下我就，剩下你就跑路是吧？回家，回老家。我想办法烦你，你微信不是有吗？我不像那二胖跟你微信，为了你妈100块钱是80块钱，好的不可能吧？关键你借我3块钱你都没还呢，我还给你担保了10块钱，15。15，那完了，那怎么搞？没有，要是女的。那你到底压个什么东西给我？把手机交给我，我上班用了，我现在还用你搁还钱在哪？你告诉我啊，还钱在哪？我那要在上面要扫码，要别人收工资啊！我管你扫不扫码，扫码我把我二维码你拿过去挂在脖子上面啊。在外面找个厂好好的挣钱，砸到厂里面你才挣到钱，你搞临时工挣不到钱。来我们院子你来了有一个月了吧，你来的时候1000多块钱，刚开始还挣了大几百。爱心哥这个扔手机发脾气的动作让我彻底对他死心了。你现在搞得一分钱都没有了，好好，不拍你，不拍你，你新东西快走。